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第二天绕境大典，今天也集结了哇！刚才团拜的时候就看到了，今天毕竟那是大咖云集啦哈。金兵庙的老人工作呢？对对对。那么有来自于我们的台湾寺庙金兰会，有来自于我们的中华妈祖联谊会，以及欢迎妈祖联谊会。那最重要的，够咱今天就是咱在地，咱大家拢是妈祖的囡仔，包括我们的郭台铭先生，今天都有亲临现场来给咱做参拜。好，现在欢迎我们的金波的吉兰社，谢谢欢迎。好，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的好朋友啊，在那个社团里面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是，谢谢大家。那么在这一次的活动预告，我们相信大家应该很早之前就有收到讯息哦，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多的详情跟大家来做分享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盛典依然也会透过我们的亚洲广播家族、台湾教会情报局全程来做转播。有一群很年轻有为哈，以及大家居这样一代一代把这个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啊。是的，谢谢，这是我们的青年军们，哦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有几位的好朋友啊，真的。真的年轻的愿意来将这个传统文化、北管以及这些传统的乐曲啊，代代相传，这样学习传承，他就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。是我们其实很相信啊、哦，在每一次的盛典，你会感受到很多的感动。对，真的。对，也看到那些哦资深的啊，那些老一辈哦，看到那些少年，跟那些未来参与，其实在我们心里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感动存在。而且就是从他们前面领军青年这个帅气，到现在看到老一辈这些帅气不羁以及这些文化，这个哇，就是一种感动的呈现。是。从昨天看到，我从门神的神将，是妈祖神将，对，然后到今天又看到韩美化，哇，其实都囧，这还没快哎，对，我们女将其实很难得看，那昨天包括还有这个妈祖的神将，对，啊一大卡波，而且非常美丽，他昨天有个小细节，他穿的绣花鞋。对，我觉得非常的用心，然后踩的也是这个人家讲的小小的莲花步，啊，拜过其实也是这个凌波微步，这种微微蹲那种感觉哈。好，今麦看到是咱的献驾车，在这边呢有集结了我们从我们的北台湾非常非常多的咱的献驾哦，咱的田雄信庙，有咱的五国神社庙哦，然后还有非常非常多哦，咱的国有庙。是是是，今天一样呢，也是众仙来贺，万神来朝。我带来了今天你家一张共沐神恩，对，一场盛事啊，不止人的聚集啊，是众神聚集联络感情的一个好机会。是的。谢谢，这是我们的五音殿西秦王吉兰社。那西秦王爷呢，也是大家所熟知的个神啊，一定是不做后边的，一定爱拜这个西秦王爷。其实我对。